文明科技的现代，养小鬼这种事情相信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而所谓的养小鬼指的就是饲养夭折小鬼的鬼魂，施予法术使唤他们来为主人办事，来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养小鬼这种邪门的因素，我们也经常在报章杂志看到，有些艺人为了感情不顺利而养小鬼来控制对方的感情，也曾经听说有人为了在赌桌上无往不利也会使唤小鬼来为自己运财，还有据说有些算命师能够如此的料事如神，实际上都是利用养小鬼的法术差遣小鬼调查之后暗中耳报。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今天的九批验大搜查就要为您揭开养小鬼的神秘面纱。介绍这两位了啊，首先第一位为大家介绍中华星象易理堪舆师，我们的谢婉景谢老师，你好，好久不见啊，谢远景。接下来介绍天一中坛总主持苏连龙苏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特种行业养小鬼。首先要问一下高超兄，其实一般来说是世上有很多人在养小鬼，事实上跟那个高超兄讲的是一样的啊哈。那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他还有一些，其实也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希望说他的这个政治生涯能够很长远。对，那事实上他们也有做过。那当然像刚才节目影片里头有介绍，有些老师也是一样哈，因为基本上来说，像命理方面来说，如果他是属于命理，他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一些法术啊，或学任何的东西。那他很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以后可以看到，哎，让人家觉得他很大的功效。对，那这个时候有些老师他可能就会去接触有关于这方面的东西，让这个方面就是说小鬼他跟他产生感应。那这个人来的时候，那他可能问一些事情，他不需要透过这个所谓计算的方式，比如我们用透过计算方式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如果说你能够跟这个小鬼达到很好的沟通的话，事实上也许这个人进来啊，你请他坐一下，那你现在继续跟这个人谈啊，等一会儿等那个人再过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一些资讯啊，他大概就可以跟他稍微知道。我请问一下，那小鬼的能力会不会有限？那为什么要请小鬼？小鬼有那么大能力吗？为什么不请大鬼，或者是比较厉害的鬼，或者是大法师，你知道吧？就是或神佛或为什么不请那个来帮忙？如果可以的话，我干嘛要请小鬼啊？其实有时候人家中午不是说所谓西郎丁吗？使人他比较直嘛。那有时候也就是说，你今天教他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会帮比较会帮你完成。可是换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如果请托人家帮忙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今天请托大人跟请托小孩，小孩比较单纯，也许我给他几个糖果，给他几个东西，那实际上他就会去认真去帮你做。可今天如果你要请一个大人来说的话，第一个，也许我们讲说，你可能不是这种小东西就可以应付他。第二个，那就是说，如果他本身的那个法力已经到一定的程度以上的时候，不像小鬼一样，小孩就像我们的，比如说，今天如果真的这是一个大人，我今天请你帮我忙，今天他黑吃黑，然后如果那个话，搞不好我还打不赢他。可是今天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他会比较好控制。所以为什么一般来说的话，通常法师有时候在养这个小鬼的时候，都比较希望他年纪在几岁到几岁这个中间。那么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上的时候，那你这个法师本身的能力一定要够强，那一定要法力要够强，要不然的话，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会变你没办法控制他。反过来他会控制的喽。有。一般来说，年龄限制，其实这是看呐。在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国内来说的话，它有一些是比较有年龄限制，比如说他因为他可能跟他定契约多久的时间，那我们会把他送走。可是，在国外的话，有些地方他们是就是可能就一辈子就这样养着。好，再一个问题，来，好，可以问。我想问一下，那个小鬼有没有国籍的问题？比如说讲英文、讲台语、讲德文，对不对？护照感觉上好像是那些小鬼好像是就是中国的啊，或者是东南亚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金发的啊，或者是金发小鬼？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小鬼哈，他问这个问题，小鬼他学那个语言哈，非常的快，不管你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的。对他你会什么语言？一天以内，他马上会学到会，最多两天，这个不超过两天的。语言只是一个技术，因为他通的是心灵，对，语言只是一个技术。对，你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他都会跟你讲话对话。所以基本上小鬼无国籍就对。对啊，像那刚才讲那个说钱宝莲那个养的哈，他养的以我知道，我们专业的学问，他养的不是小鬼，他养的是在外国请的大鬼，意外死亡。就是还没有处理好，没有完全处理好，就给他请回去养。养了以后，他那个鼠状
会显现在他身上。他如就是我在电视上讲的时候，就想说，如果他来找我，我七天以内可以帮他恢复完全，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很专业，已经等一下，七天内恢复完全是什么？就是把它化解掉，就是那个不是那个鬼，不是。那大鬼他意外死亡的时候，他比喻讲，他如果是被戳着脸过头部的时候，他会很痛。那你养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显现在他身上，他的身上他会很痛苦，你没有办法来医治的时候，他就恍精神恍惚的时候，像这样啊，不然跳了自杀比较舒服啊。有时候说啊，撞墙壁自杀比较快，也是这样恍惚以后就说啊，不然拿个刀子割脖子割着割完，然后放血掉很舒服啊，不会痛。但是那他割的时候就不会想着痛啊，他在跳的时候他说不会啊，没关系啊，现在很舒服啊，就好像前面好像连这样跨过去哦也没。他在这个期间还自己怀孕，然后生了孩子。对。好吧，我们这个是养小鬼的情况，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有分什么鬼？我们只是统称说，大家就平常养小鬼，养小鬼。以我知道了哈，这是说，以台湾前辈有养过了哈，就是开公庙、开算命馆的，他们养的是养一个，就是这个桃灵童还是柳灵童，一个是这个小鬼，还有就是一只精灵，啊，他可以，他不用写法事，他直接就可以办事了。OK， 啊，对。那使用期限有多久？使用期限对啊，怎么讲？对，没是这样没错嘛，可以接受啊。对，小鬼来，它的期限就是说三年，啊，台湾养的是三年，它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三年，听起来好，三年一个契约就对了。对啊，如果你感觉很好用，可不可以申请延期？对，哇，那只是菲佣哎，还太老。可以延期，啊，延期就是三，最多在三年，六年到一到一定要选中的。谢老师，你点头是他这种说法是对的。就是约定俗成就是这样的，对哦，这里面的规矩，如果你不遣送的时候就挺多的，这规矩还成套的，他你如果不遣送走的时候，就像我们讲的，你自己也控制不了，他每天就把你闹了，你就加钱不赢啊，对，时间到，对不对？哦，高昭兄，不，我觉得好像有些养这个鬼的程序不是说那么的简单，我听说好像苏老师那边有很多著作嘛，哈，比如说他要泡血，另外什么要泡牛奶。好，就说那个东西的，那另外就是说他养的地点哦，也不是在客厅，是不是？比如说书房，哦，是卧房，养的地点有限制，他不是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养，所以他的包括他的程序，还有包括他的地点，好像都是但另外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就是说，如果说拿个饼干什么东西放在前面，隔天真的不见了吗？真的有这种说法吗？如果是纯粹养小朋友的，就是12岁以下不会发生，说不见会死。减少牛奶会减少，哦，果汁你养了以后它就是一杯就会少一点。问题是我们平常喝一杯果汁到那不喝，隔天也就少啊，蒸发掉了。不是，它是15分钟以后就会少了，不是说隔天。啊，如果你去养的是16岁以上的大鬼，啊，大鬼，但是说你供养它的是馒头，它馒头是连碗都丢到前面去了，那个馒头没有啊，就是一次少了，有时候你养了5个，一次少了三粒这样，三颗馒头，对的，全部不见的，好像老鼠咬走，但是家里面就没有老鼠了。你房间里面就是全部密封，不可能缺少的。对不起，苏老师，您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些专有名词，好比说它的燕菜柜，它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对。但我是说它有没有功能上的分别？所谓养小鬼，有养的是叫勤务兵，哎，有的是叫行政兵、行政人员，有的是叫什么或这个武行啊，就是武打的，有文书的，有没有分？有没有分种类？比喻讲啊，像我们讲就是说柳灵童啊，这个就是柳灵童嘛，哦，啊，像这个叫就是桃仙子，他是做什么工作？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算命界在用哦报，他会报你。比喻讲，你今天你来姓什么啊？你今天身上会。就是带什么东西，你今天要问什么事情，家里什么样子，对对对，你不用开口，他直接就会知道。好啊，如果像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有一黑道老大就是开赌场，他们用就是赌鬼、赌神。赌神长这样？啊，对。对不起，我们的赌神看到的不是长这样。因为哈。讲小鬼比较不好听，以我们中国传了几千年，像这讲的时候，他们都是讲招财童子，不讲这小鬼的。这样讲起来好像百事百灵啊，但是我想什么东西都有售价或代价啊，
好比我开赌场，我要偷看得到所有人的牌，要让别人的手气比我差，那我的代价是什么？也是钱吗？不是。那就是说一般哈，我们不鼓励人家，那就是你跟那个小朋友小鬼的建立的感情到什么程度，不然这样的人已被抓到，他会被抓到，他就是好像会被处罚，好像就是随便小鬼被抓到，对对对，处罚他，神明有的正式的神明就会处罚他。你如果当然你养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讲要你赌博的时候，你什么牌我都看得见了，没事情、啊，没错、啊，像一个院晃得晃大这么大，你闭着眼睛都看得到啊。这对方都会看得到，没错啊。补充一点，因为其实啊，在东南亚地区，你看到所有的赌场，事实上有很多赌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养小鬼，而且养的数量不是只有一只两只，可能他有一个房间就是专门都在养，而且很多，数量非常的多。那所以变成说啊，我今天赌客去的时候，我一定会输，然后一定会输很多。所以你如果说，就像苏老师讲，今天我带了一个小鬼去。你要想到那边有一票的那个小鬼在那个地方，寡不敌众。我们常常听到这些说法，那么到底他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有没有什么禁忌？有没有什么限制？我想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为什么只有好比说特种行业，很多比较多这样的趋势跟风气，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在意代价，他们不在意后面要付出的成果等等啊？我们先来看这段 VCR， 在特种行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您先看看是不是。除了演艺圈传出养小鬼的事情之外，据说小鬼也早已经入侵酒店了，成为酒店小姐以及妈妈桑的招财童子喽。据说酒店小姐为了让恩客夜夜光顾，不惜养小鬼来控制客人，让客人是准时报到，掏出大笔的钞票，乖乖做火山孝子。不光是酒店小姐养小鬼，就连酒店里的妈妈桑也为了要牢牢掌握住手下的摇钱树，也开始养起小鬼来了。到底这些小鬼在酒店做的是什么法？酒店小姐又是如何控制这些古灵精怪的小鬼们呢？回到现场马上告诉你。事实上我们记载里头有一些比较恐怖的啦，比如说他可能要准备一节木头，那让这个比如家里有孕妇的人，让他就是每天经过，然后他在他的门槛下面挖个东西，然后挖个洞，把这东西埋在他的这个门槛下面，因为早期的地都是不像现在是水泥地嘛，是泥土地，所以他只要挖挖挖，然后埋在里面，让他每天跨跨跨跨到最后，比如说他小孩生下来比如满周岁的时候，那么再做个方法，然后把他灵给收回来，那这小孩就可能就夭折死掉了。那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基本上是比较不是那么的人道。可是我也有听说是怎么讲，比如说因为你让小鬼做了很多事情，小鬼不愿意帮你做，虽然还在所谓的合约内，可最后会变成主人的命去抵，就是说我虽然赚了很多钱，可是因为我对小鬼来讲我需求无度，我就一直要，最后是连自己那个主人的命都没有了，有这种说法吗？不是说没有命了，像这样超过我遇过很多个了，就是会警告啊，就是说他会哭哭啼啼到我们这边比讲啊，说我的这他就认养他为干儿子嘛，就是一儿子这样，但是他就是说他叫我去做违法了，不能给警察抓到啊，抓到的时候他就是不供养了，三餐不供养了，他就哭哭啼啼来，就说我说你如果这样你就叫警察抓他了。小鬼怕警察哦？不是，我叫他说你去找警察抓他就好了。小鬼，比如说任何医生，你比如说有任何一尊嘛哈，那假设你是跟他讲第一个哈，他是会有一个形象出来，还是他是没有？就是以这个木偶为主的形象，我一说他有没有形象，长什么样子？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对着他讲，对不对？他会跟你讲话，或者说他托梦的时候跟你讲。平常不分吗？白天晚上，你只要一请的话就出来嘛。那他问题是，他跟你是用什么话在对话？比喻讲了哈，最起码的那个就是会心里面会通，就好像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白板这样，他会，你问他的时候，他马上答案是0.0几秒，他马上浮现、那個。所以他是在你脑中裡面，不是在心里面，你看得到。他一个最起码的啊，像你讲的说，有时候好像说不相信人，那你是精神分裂。其实他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在你这，如果站在你看得到的一个形象，对对对，是真实的，就是一个幻景在前面。这有补充对吧？因为这个很牵涉到，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在养的人，他本身跟他能够通灵的能力到哪里？就像比如说啊，我们的，比如我有戴眼镜的话就知道啊，有的时候我是没有戴眼镜，所以很远我看得到。那有人我比较远视，我看到非常的远，
所以基本上你每个人能够沟通的能力大概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心里头感觉上，就像苏老师刚才讲了，可能会有一些字幕就哒哒哒哒就跑出来，或者有的人是听到声音，有的人可能实际上他可以看到影像。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今天会帮你做什么事情，他愿意做什么，其实有时候跟养的主人有关系。今天这个主人其实你很疼他，很爱他，那基本上我想他，你就大概不会是一个很坏的人。那你既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当然基本上你不会叫他去做什么坏事。他今天做什么事情，其实跟主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主人下达这个命令。我请你帮我做什么？所以养的人会有非常大的关系。有没有可能说养小鬼养到死掉？然后假设养死掉了，怎么样负什么责任？小鬼死掉，什么禁忌？他会什么报应？有这样的说法吗？有没有死掉是小鬼吗？你说对，就是我因为养小鬼也有养得好养得不好，养健康白白胖胖，跟养不好营养不良。还是说他一直在一定有吧？对啊，还是在一直在你失去中，你一养就是一辈子，就是他完全是这样，没有他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一个好的，永远是坏。还是有没有可能说养忽然你有一天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完全不跟你讲话？那这种会有什么一些后果？那跟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所以他就说，你今天要养他，你就要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女来看待。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所以他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规定，就是好像不成为规定。今天我如果自己有小朋友，那我今天我对我的小朋友多好，那你希望，那你要对他有多好？不然他会吃醋。他也会吃醋。OK， 那我刚刚就接续高超兄的疑问。对不起，我们是因为不知，所以必须要问哈。那尽量提供我们答案，就是说。他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我好比说我五天也没给饭吃，一个礼拜也没问他一句。可是小朋友你都可以带着出国去玩。对，那我带出国，对不对？小鬼要不要带出国去玩？还是如果像这种情形，是你讲这个问题会发生，就是在你还未养成49天还是108天里面才有这个问题发生。如果你养成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跟谁在你旁边保护你。你如果出东西。前几天你叫他说我要吃的东西你可以先吃，就只有这么简单而已。跟自己养孩子，孩子也有不听父母话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不听，那可是孩子不能一直生嘛，可是小鬼可以，就是说我养到好比15个，挑几个能干的去办事情啊，其他就养着就好了，这样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不是，他是说你不带吃的的时候放在家里。我很自由啊，对不对？你在国外的时候，你在远地的时候，你问你又发生到有时候一些事情，你要问一些答案啊，你赶快从国就找，像我们出国的时候，你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差不多以我的经验，你在东南亚、中国大陆，差不多3分钟以内一定绝对到。你叫他从台湾要跑过去，3分钟以内就到。对，那早就已经三通了。这个题目好，今天我们再谈一个我不了解的事情哦。所以这后面5位6位是问题一大堆了，每一个手都一直这样，想要问。这样，高超兄，你有没有要先讲的？没有。好，来，我们来开放5分钟啊，5分钟，然后我们就要看下一段 VCR， 5分钟，赶快发问。但每一位解答都要快，好不好？老师啊，来，好。那个楼下的那个法师啊，就是什么楼下？就苏老师啦，就坐在前面的苏老师，什么楼下？你。就是刚才讲到那个，那好像是说他喂食他东西的话，就只是食物部分，那不是自己的血吗？因为我听说好像是喂血，对。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讲说就是酒店小姐养小鬼，那我有听说就是一些算命师养小鬼，刚才老师也有讲到，那。就是如果说在算命的时候，他知道你的一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于去算的人有影响？就是会不会？对啊，如果说是养血的哈，一般我们都不鼓励养血，因为养血的时候，他会就是凶性，不是就是会凶性，包括他你养一年，他是长大一年。你如果是10几岁，你养到18、19岁的时候。男孩子他就是说我要娶妻子了，女孩子他说我要嫁丈夫了，对啊，你会造成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养单一个的时候，如果是算命不会搞了，算命是在他知道的事情，要知道他大部分都知道是知道你过去的事情而已，不可能说你以后的时候就是要算，就像我们是统计算命的几率学下去把它统计出来。大约哪一个比较对？好比按照谢老师按照星象堪舆在推算未来的一个几率，对不对？但是他知道养小鬼就是看到之前的。OK， 好，请。刚才老师说那个12岁以下的那个小鬼比较好控制。
可是也是有一些法师啊养到后来他自己本身死掉，失控。对，那是什么状况？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三年一起嘛，对不对？那如果三年一起，然后最多到延另外一个三年，对，六年的话，六年之后他如果送不走怎么办？那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他如果是你是不是要转行，小姐？你我想当记者。喂，没有。那如果说是那个像那个小鬼啊，他本来是好的，那突然间变成恶灵的话，又怎么办？啊，还会变恶灵？我都不知道。来，请说。那一般他们就我们在讲，就是十二岁以下的那个小朋友，他就是本身啦哈，就是没有那个思想，你导引他就做什么就是对，你供养者就说他对，他就是会照这样就执行，就是对，没有错。你应该把他教育得很好，就是好像那如果教育不好，像他讲的，六年以后他又送不走，变所谓恶灵怎么办？恶灵有时候像他们养的很多年呐，就是女孩子养的，养到男孩子有时候超过十七八岁，十六九岁，他就是到十几岁的时候，那就是说，变成兽，就是兽鬼了，不是小鬼了。哦，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啊，要怎么样对他不利啊？你一讲，有人说我等一下要找哪一个附在哪一个男孩子要强奸你啊？怎么样？这很麻烦，要马上要赶快送掉。怎么送？送不掉怎么办？会不会有什么恶果？送不掉的时候，像这样就有时候就是会被刑法是解决。对啊，就像他们说意外死亡啊，像你像讲的这样，比一讲就是比较代表这钱宝莲那个的事。他刚刚还有问，包括法师都处理不了了，怎么办？他如果像这种情景，如果你真正的送不了的时候了哈，我们都有大法师，对，有一个方法，就是以我们本来传的了哈，就是有一种叫做隔山法，你将那个小鬼带到山上，你他不管你叫了多可怜多凄惨，你就不能回头，你一回头，第一次，好，就失去一个机会，你第二次再回头，永远就送不走了，啊，你就。横着心里就走出去，就用山把它隔起来，要不然你就被他整死为止。对对对，隔在山上这样。嗯，那讲酒店小姐养小鬼哈，现在是您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个苏老师，您一定有这个服务项目嘛，你才会这么了解哈。有吗？特种行业人找你很多很多。对对，不在一般的使用者心声怎么样？使用者回馈，就是说消费者满意度这个。因为如果像他们酒店呢、啊，就比较特殊的行业，他就是说，他是养的是说，哇，我的客人对我比较好一点，就是多收一点钱，反正我就是这几年要牺牲嘛，就是说要比较拼一点，他就多赚一点钱。啊，以我们讲就是说，哦，我们都会交代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哦，你不能妨碍到人家的家庭到怎么样，哦，他你付出，哦，他要帮助你。好，那是没话讲。很难呐、啊，那个酒店小姐，然后要不妨碍到人家的家庭。其实我也不懂看法不行，因为我觉得发觉现在很多酒店小姐里面有四个里面到六个七个本身都有小孩，实际上她孩子已经够多了，她在养个小鬼，这点我是有点怀疑啦。因为基本上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客人要对她好一点，因为除非景气不好，就是现在的酒店小姐基本上她们自己有她们自己的做法，而且主要是妈妈上的做法。所以我发觉可能是你过去请教法师的可能是比较早期的吧。现在年轻的酒店大概很少要小姐。现在的客人都对小姐很好。对啊。那就是说，因为像这种情景，就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像你讲才会发生这个问题。Oh, okay. 啊，如果自己真正的条件很够的时候，根本就他们就是说，哦，我很自信心，他就不用了，就是不会发生像你讲这个问题。来，谢老师。其实像很多他们也有一些东南亚地区，他到台湾这边来赚，就是赚回去嘛。那所以他们以一般来说，以台湾人的这种眼光来说的话，会认为说，有女孩子来说，她还是希望比较白一点。那有时候他们来的皮肤蛮黑的，那而且也许像那个样子不一定比我们台湾本地的小姐要来得好看，所以有时候其实他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无形中他们拉到比较多的客人。好，他要付出的代价是现在所谓的那一定是金钱，对不对？请小鬼要费用吗？哦，付出那是最基本的，最基本就是说，比讲你如果是从国外请过来，我们一般都是叫他付他就是说父母亲办那个丧葬会跟他的包的钱这样啊。你如果赚钱以后，你还是一定我们将来都会回馈社会。一个小鬼一定啊，回馈社会。对对，一样的，要做功德的。一个小鬼一定只有一个人在养，是不是？对对。有没有大家供养的？
没有啊、哦，没有哈、哦。对，好吧，除了这个刚刚讲酒店小姐，其实现在你看这段 VCR 的介绍，还有别人在养。为了感情的纠葛而养小鬼，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大陆的二奶身上哦。据说大陆的二奶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为了跟台湾的大奶能够一较高下，也派出了小鬼加入了这场爱情战局。小鬼加入了这场复杂交错的两岸情感战，真的能够让二奶如愿以偿吗？为了感情，为了金钱而跟小鬼打交道，是不是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呢？对，没有错。他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比喻讲啊，像我们讲的就是说，一般就是小鬼他有分等级，比较他讲的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像就是比较高级高端一点，就是说如果鬼什么？如果啊，对啊，如果像这种就是哦不承认，就是说像我们有的像这是棺木鬼，嗯，好，就棺木在里面哦。那可以打开吗？有打开啊，这里面是哦，真的有一个，嗯，哦，一张纸哦，吓我一跳，嗯，好，还有呢，里面就是这样，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的手指的骨头。对，还有这就是从他的那个骨也是把它做起来这样。那是什么？这是他的骨头，是收进来的灵了。一个人当他绝对恐惧的时候，就会开始狂笑。是吧？好，这个就很多种不同类型，对不对？对啊，这就是说，另外就是12岁以下的，就是说七岁以后，他将他的我们用起来那种。图跟他的骨灰去帮他，那这个要到底要请什么小鬼，是由老师来判断，由这个训练师来判断，对不对？像他刚才讲的说，要做什么目的，他就是有一种的话，okay. 啊，但是咒语把他训练在哪个地方，就是一定执行那个命令。现在就是说要养小鬼的人，是因为他的目的不一样，或者各方面的需求，他就养了个小鬼。可是会不会最后小鬼养了之后，你掌控不住的时候，是你自己也赔上了一个命啊？把自己的命赔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听说有。最糟糕是怎么样？像啊，比喻讲啊，就是前几年有没有那台中那个就是大甲镇南宫旁边那个姚姬氏有没有？他养的就是，他只是被那个大，他养的是真正是大鬼啊。他的大鬼养了以后，就是反噬的时候，他控制不了。他本来是要，也是说帮，对对对，他帮南部一个就好几个，他说把拿一些钱要训练给他们用，就好像是要跟他们吃红荤这样，最后他们就是他的养的那个大鬼是法名不一样。如果你在不成文的规定了，你在台湾的哈，如果养大鬼，他第一个你在台湾。很慎重了，你传这个传门人了哈，你一定要做很多的功德。像我要学到这个真正异鬼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服务好几年，我带了好多徒弟去过地方，就是20-30年前我们是义诊的，每个礼拜固定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功德不够，你做的不够的话，你承受不了。对。也没有人要给你这个令子说哦，你可以养这样。所以什么事情什么能力，还是要有做才有报，对对 对, 对不对？有失才有得，对，一样的过程，对不 对, 对？就老师也好，也一样要付出这个过程。对对，一定。对养小鬼的来讲，其实他也必须要自己施行那么多的努力。对。然后我们所谓养小鬼，就变成所谓一个助运这样的一个功能，助大的力量这样比较快。助大的力量。请教一下，透过法师养这个小鬼，费用高吗？如果说以一般呢、啊，他讲的是讲缘分，他要不要跟你求供养的，求回去就是请回去供养，要不要跟你最重要，钱是其次的。真的吗？对对，就还不一定请得到。对对，有的人就没有缘分，你就请回去说他们跟你就没有用、透过法师，然后成功的请到了，一般费用收费大概多少？因为如果以我们这都是象征性收一点，而、你就是以后你就是比喻讲嘛，我说你要请的时候，我说请回去，我会交代你嘛。你以后做了以后，要回馈，对，要回馈社会，要积功德。嗯，我们都这样。我说你做功德，我教你怎么供养，我们就施法给你。啊，你就是会积一点功德，稍许也会分到一点这样。啊，对，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数字大约多少？我想高周兄会问到更实际的。对啊。好比说他是几万块，还是几十万？
还是几百万？如果比喻讲啊，像台湾算命在用的啊，柳灵童这种问题，就从前我们台湾就是中北部有四国在训练嘛，哈，他们那时候就好像在竞争的时候，从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好，就是给一位所谓要开业的命理师，对，他要请的小鬼，对对对，然后就差不多要这样费用。对啊，那如果是那是比较高级，那是一对，不是一个，一对。对，一个精灵，不是不可以请两个，一个精灵，一个小鬼，一个小鬼这样。哦 ，OK， 刚刚是不是还有问题？赶快，最后机会，一号问啊，因为我听很害怕，我想要知道我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对，避免什么？避免别人小鬼来找你，对，或者说，例如说别人他有养小鬼，那例如说，例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男女朋友知道，对。例如说，男朋友养了小鬼，我可不可以怎么样避掉这个状况，不会受到他的那个影响？对，我懂，就是那种明明看这男生很讨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靠过去，这样有没有？对不对？对，就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开来？秘诀、征兆、端倪、迹象？其实，如果说是养小鬼了哈，如果说养小鬼是要去控制一个人的，这样是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没有。不会教他做，是会做得到吗？当然有些人会做啊，那如果做得到，有人就好比我现在养了小鬼，我叫我的小鬼说，哦，我来追他，他不肯，把他拉过来，对，把他怎么样？这样，那是如果以我知道的情形啊，他就会付出相当的代价。比如讲啊，他是说你很喜欢他，好，你没有结婚，他帮你的时候，哦，你认他为干儿子，这个是如果以男孩子供养者嘛，他说这个是你的妈妈，对呀，没错，他会。帮你们出进来的时候，对啊，阿姨就是附身，你要其他，不其他那是不行的。对，可是他怎么避免？对呀、啊，万一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啊，他不想啊，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们交往之后我们没有缘分，不要在一起。可是你硬要瞧我、啊，他是会觉得后面有一个小孩的手在推着，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怎么知道在哪里这样？对，对。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形啊，你就是说无缘无故，好像就有一个思想会。左右你嘛，对啊，会听你，哎，就是好像换身，你就可以请一些就是懂这个将你，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法师来帮我们化解，对，就是化解掉。因为要拉你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请，你会听到换身嘛，哦，对啊，有时候比较严重一点，就是会听到换身，就是好像说哦。不然过去好像你讲说，哎，我你看你说他的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硬要喜欢他呢？就是这样啊，啊，如果有人点他的时候，帮他解掉。我觉得结交男女朋友还是搞清楚，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啊。他们听说，怎么样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判断或知道有没有迹象，知道别人在养小鬼？我们看这个人怎么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如果是真正的养小鬼的啦，哈，如果他不给你知道的时候，一般人是感觉不到，很难看得出来，是因为你的眼神怎么样，他都。因为如果他是养的是比较高段正确的，就是说没有阳邪啊，哈，这些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有时候就很难分辨出来这样。高段我会觉得，当然我们刚刚后面的漂亮几个小姐都觉得很恐怖啊，那我就谈到这里为止。我觉得我就当然我比较不同立场来看，其实养小鬼搞不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在养啊。我当然不是说是。那个人有，我说他精神有问题，并不是说他代表他疯了啊，是说他精神上有问题，所以他才会在求助你，在短期内做速死的非常快速的做法。所以一般人，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些主要的鬼哈，大部分我刚才提到了来源都是从所谓东南亚或者泰国、缅甸这部分。第二点，我也希望奉劝我们电视机前面的一些人，就是说这些都是属于外来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宗教或者习俗，我们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你可能。养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因为你毕竟不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人士，所以我觉得说，当然最好每个人都很正常啊，不要当成是一个神经或者是说精神病的人来看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发觉养小鬼人是他精神上确实有一些问题。其实也是说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在我接触的当中啊，有的人啊，就是好像人家讲说卡音啊，就是发疯以后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解决的方法是很简单，就找一个小鬼上他的身给他供养，马上就好了，也不用医治什么精神病。谢老师，你认同这样的说法没有？因为事实上有这样的案例啊，那甚至也有他们就是说本来是癌症病人嘛，他可能就是比较快要死了，那后来他们也是透过那个有关就是我们讲其他的老师，那么请这个小鬼帮他就是做治疗，那所以后来也就是
因为这样子而延长很蛮长一段寿命的。是，嗯，所以好，今天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讯息的告知哦。嗯，苏老师，你是不是眼睛不舒服？不是，没有关系，好像太多要上升，受不了这样。哎，对，因为我刚刚其实本来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因为您自己是一位训练的法师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我本来想请教的就是说，您自己一定有养。对。那么我本来想问，我们可以请教什么事吗？还是可以在现场得到实际的感应吗？还是？但是我知道这，但是这个，因为我这样很冒昧哈，所以没有关系。好，您可以休息。好，好吧。好，那我想高刀兄跟马牛，我们今天也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好奇太多，而且也听说太多，都觉得他真的有那么神，所以我们想知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也听说了很多负面的事情。对，往往没有人好会出来说，哎，不是因为我努力，是因为我养，不是，他都不会讲。等到有坏事才说，哦，因为如何如何，然后是穿凿附会啊。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情况跟资讯公布在各位的面前，我想这是今天这一集节目的最主要的目的。也谢谢六位陪审的同学朋友女生们哦，大家到现在都还很紧张这样的。OK， 今天最后是不是我想我还是请谢老师来讲句英文好了，一个英文单字就行。不过杨小伟，这个事情在英文里有吗？有一个单字吗？没有哈，没有，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Ghost 啊 ，Ghost 哦，谢苏老师介绍了 Ghost 啊，对，我们应该是鬼哈。就是鬼，对不对？谢谢我们的新会在这里，谢谢。